后面还有还有在的啊，这秘而不宣。我觉得，所以大哥不愿意公开，是觉得你这样会失败，对对对，loser。身份证，后面还有在的啊！这秘而不宣，秘而不宣，秘而不宣，很多年了，很多年了，那也在十年再更上去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超过十，应该2000什么？2023就是我也是觉得 OK 啊，就是。孩子的就业，当然让我们的生活很奇怪，而且我们心里不平衡吧。对，所以你也知道说，我也是因为爱钓鱼，爱钓鱼的关系啊，所以说，哎，这没关系啦，就是自己啊，好好照顾自己最重要。也是，就是分居，就是在国外、国内、国外没有，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的嘛。啊，我一直都在忙我的外景的工作，也很少时间回去的，但都是，然后，就是，觉得说，大家都习惯自己的生活的模式。我觉得，所以大哥不愿意公开，是觉得你这样是失败者的感觉。对对对 ，loser。没去说，我不讲，就交给老人家安排了。可是我，可是好像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你没有讲你，你有没有讲你失业？然后我就说，万一我坐轮椅，谁帮我推轮椅？现在有，没有，已经过了。我知道，每次其实我常常在想，在我来讲，缘分呢、啊，就好像都一片羽毛在空中飞，它是直接飞到你的手心。一样，上次讲那个才是真正的运气。